王教授，哎，各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啊，啊，今天呢，啊，我们用三个讲次中的第一个讲次，啊，来跟大家呢，嗯，讲这个台湾佛教的历史源流。而这当中呢，历史牵涉到的其实是有两大区块啊，哈，一个是属于一个现实的具象的区块，那就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嗯，啊，跟内部内部的一个质变。 跟外在的一个互动，哦，那么这个呢，这样子一个历史的一个进展呢，是一般我们研究历史当中所谓的啊，所谓的呃这个演进的啊过程。那么接着呢，我们当然一定基于什么中，尤其是佛教哈、啊，它终究是一个思想的内容，因此呢，我们尤其要注重的是啊，佛教在这整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啊，它。 对台湾产生了怎么样子的一个啊思想或宗教本身的一个啊影响？那这个影响的同时呢，佛教本身也，我是指台湾的佛教本身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质变的。那么这种质变呢，呃，到底我们对我们今天台湾的今天跟未来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呃，确实是我们这一代的。 人呢应该要去注意的，那你一定会这样想，那关我什么事？嗯，我又不是佛教徒，那跟我什么关系？啊，非常有关系啊！如果你有看前天大前天的《自由时报》或者《联合报》，你应该会在那个全版新闻上面看到我的相片啊。那因为是最近，最近立法院呢啊要立一个宗教法。 那么立宗教法呢？对立法院的人，或者想要立宗教法的人来说，好像就是缺一个法，然后要求要立，就这么简单，就好像缺了一个交通法规，然后我们说我们就要立一个交通法规，或者是嗯、呃，现在有一个什么样贪污，所以我们要来一个阳光法案，啊，嗯，对于什么党产，呃，要给予一个一个啊。呃 一个公平的，啊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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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所以我们要一个政党党产的一个阳光法案，好像缺一个什么，那我们就来创制一下就 OK 了。如果我不说，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学，尤其是我常常笑你们说，你们应该叫做太阳花世代呵呵或后太阳花世代的的同学，那嗯，大概你们会会有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 你们生长在，嗯，媒体的所谓，呃，个人化媒体的极放极为自由的啊、呃、年代当中，所以对于传统的媒体，其实你们也不不一定太相信。我刚讲那两个报纸，搞不好你已经很久就没有再摸到它了，或者你瞄一下标题你就跳过了，你宁可啊、呃、在上网网站上面的。 啊，PPT 啦，或哪里啦，你宁可去互相交流彼此的看法，而不相信那些大人们写的新闻，也可能是这样。但无论如何，你一定有个想法，依法行政很合理，对吧？那么，这事情对于宗教以外的事情来说，要要建立一个嗯法律来给予人的行为做规范，几乎。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有不足，我们就立。对一个民主的国家来说呢，呃，我们被教育，我们也被告知，什么叫做民主？其实是主要有四个权，也就是政府为人民呢，啊，所付托。那么呢，政府的职与能，受人民的监督。在不恰当的政府思维之后。 人民可以透过选举以及罢免呢，来对政府进行替换，那么这样叫做民主，所以以人民为主。它的手段，我们最认识的就是所谓的选举跟罢免，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有有几个权，有四个，对不对？选举，然后呢，罢免，然后呢，创制跟复决。请问哈、哦，我们就在前去年而已。 呃，这位现在已经成为立法委员的黄先生啊，号称战神，他曾经是不是要做罢免的动作？对不对？啊，成功了没有？没成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第一，台湾人民不熟悉罢免的概念；第二，罢免的门槛太高，罢免门槛不能不高，但是高到几乎遥不可及的时候呢？ 但它形同没有功能，那没有功能就意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投票就像一个赌博一样，赌上去了，我选你了，然后呢，你一上去之后，你不行，我中间没办法叫你下来，怎么样？咬我啊！他可以这样做，然后你咬不到他，你懂意思吗？好、哦，你刚才像个娇，你啊不，不要讲台语，<laughs> 你你只能骂他而已，但是呢，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拉他下来。 这样子的话，有其名而无其实。然后再来呢，创制权。创制，什么叫创制？一个民主的国家呢，它必须要不是依谁的话来做事，是依法的话来做事，而、啊、法是由大家来认可。那、啊、大家来认可，不可能两千三百万永远都在那里谈嘛，啊，所以就变代议制。 啊，这个代意志的话呢，就就变成我们选出来的立委呢，去帮我们建立立法。可是如果这些立委呢，怎么样，怠忽职守的话，他根本立不出好的法。那我就要能创制，创造制定，这叫创制。可是呢，就在这就在十多年前呢、啊，呃，立法院也是要弄一个宗教法，那我当然就跟他们斗喽。 跟他斗的意思就是说他立的不对嘛，啊不好嘛，那我就，我就我自己写一个法，说我要这样做，那我也论述为什么可以这样。那这次呢又遇到了，我刚刚才收到赖我们的律师呢跟我讲说，师傅啊，你写那个是也对，不过呢政府接受程度太难，所以呢我们还是把你要求的那条放上去好不好？我说我也知道了。 但是我已经论述了好长 a 四一张纸，那但是没有人会甩我，那只好算了。像这样子，就是我要创制，就刚刚的事而已啊，就刚刚而已。我要创制，但是他不让我创制。问题是我是主人呢、欸，尤其是这条宗教法是对着宗教师呢、欸，不是和尚哦，是一切的宗教师哦。那我居然要这么卑微的说，他不同意我就不行。 我连提上去的机会都不行。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大概只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去创制而已啊，没有人要去创制啊，所以没有人会遇到我不行这样的概念。那我我唯一去做了，然后我不行。我现在在立法院听到到处都是啊阳光法案啦、啊、什么啦、啊，什么要过要过了，但是呢，属于这么广大的影响，这么重大的。 宗教团体的声音呢是零，没有声音。为什么？因为和尚一向是温和的、慈悲的、与世无争的，那所以他也是容易管理的。他甚至比一只猫还要好管理。猫你叫他，他也不一定来；但和尚你叫他，他一定会来，因为要普度众生。像这样子的观念呢，变成理所当然。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 因为这是来自于一个文化体系，普遍的教育跟文化当中根本就不认为宗教对人有重要的意义。当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变成了一位学者，即便是一位学者或者贩夫走卒，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level，不痛不痒。 既然是不痛不痒的话，今天有突然间冒出一个两千三百万分之一的某一个人，说要给他创制的时候，他当然很倨傲的跟你说啊，这不行哦！你不信你问问看他，你问问看他啊！所有人都认为是啊，不行啊，没这个道理啊，不公平啊！他的直觉想法就这样了。那因此，你就你突然间你会变成极大的弱势。 那问题是创制这一条，我创制这一条呢？我已经验，我已经论证过了。我说这一条是国家，我我论证了这一条，我创制了一条，到底是哪一条？等一下，我告诉你啊。我创制这一条的时候，我论证了一件事情。我说国家基于宪法积极保护所谓的宗教自由跟政教分离的立场，如果。 不创制这一条的话，其实政府可以论证为戴乎职守，是违宪的行为，是广义的违宪，因此必须要这一条。我这样论证这么严重哎、欸，他违宪哎、欸呃，对不起，连我们自己的律师都说不要啦，提上去一定死，算了，自己收下来，还没冲撞就自己阉割了，你懂吗？你听懂意思吗？ 还没冲撞就自己阉割了，为什么？因为宗教宗教家不适合去做冲撞的事，人家社会会讲话，然后再来呢？更重要的原因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是违宪，他没有做到，是国家代乎职守，他并不知道。你看为什么？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 如果我们不了解台湾，或者从台湾看到所谓的华人文化当中所根深蒂固的一个对宗教的概念，你不会知道今天的台湾面临的怎么样子的一个心灵氛围。心灵氛围，你要知道一切万法，一切的政治行为其实来自于心。最早最早那个手机，你们大概那个时候在小学。 国中吧，还记不记得 Nokia、ok、手机？对不对？还记得的同学还记得吗？有用过 k、ok、i a 吗？一定没用过了，好惨。所以你们够年轻了哈。那个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呃 slogan 很有名的一个 slogan，他说什么？科技来自人性。其实哪一件事情不来自人性？政治不也来自人性？贪污不也来自人性？恋爱不也来自人性？哪一件事情不来自人性？对不对？ 一切都来自于人性。那么，影响人性最大的，表面看起来是，呃，财富、感情、人际或者社会的成就，对吧？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其实它内在里头有个更深刻的东西是：你为什么需要那个感情？你为什么需要那个成就？你为什么需要那样的财富？你为什么需要那样子的？ 的动作，为什么有人要去不在家里做乖小孩？他甚至还要为了考试把考试摆着，他去冲撞立法院？为什么要这样？这显然一定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比现在的感情、现在的功课或现在的经济完成或现在的眼前的一个名跟利。 或者一个嗯、呃，一个安顿的生活更加重要，更加让他放不下，更加吸引他，更加让他不能不去面对的一种生命内在的目标，所以他才会去做那个事啊。这就是一种信仰，这、就是你对内在我之所以是我，我的价值。 如果我想要去爱一个人，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可被爱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基本认知呢的追寻。你想想看啊，如果连你自己都看，哎，都看不起你自己，你自己都觉得人生是茫茫然，那请问哪一种女孩或哪一种男孩是你想要爱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因为人生都茫然，而、啊、茫然的自我，自我都是。 连自己都爱不了了，那你想想看你，你你你觉得你会被谁爱，或者你觉得你可以去爱谁？所以你不要那么简单的看待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当中的所谓爱恨、所谓成就、所谓目标，在你还不去意识到你自己的价值，跟你在这天地之间真正能在呼吸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不去思维这样，而只是因为考试。 然后来进成大，然后只是因为老师说要考试，那你为了要离开成大，然后你又去读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你终有一天你，你你你会发现，你得到的财啊、名啊、利啊、情啊，这些对你来讲，一刹那而已，索然无味。因为你不认识自己，你觉得你获得了这些，跟你真正想要获得什么？ 两个 match 不起来，这就是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永远不能逃避的什么生命的自我询问。我活在这个天地之间，被生下来我不能选择，但是怎么活下去我必须选择，以及活下去的真正内在动力是什么，我必须清楚。 然后为了那样子的动力，我去做任何的事，就显得非常的有意义、有道理，而且可以义无反顾。那这样子才名为知识分子，不然你读成大、台大、什么大都好，跟这个跟你同才之间的差别。 大概只有在毕业后的三年五年之内有差别而已。过了五年之后，以我这种年龄来看呢、啊，我们现在看我的小学同学啊，以前那个读书读到烂到趴的，现在是我们同学当中人气最优的，生活方式最让人羡慕的呵呵，家庭生活可能最美满的，社会成就可能更高最高的啊！我就记得当时他什么，反正他他有他在。 我们就很安稳，为什么？每次老师打人，我们那个时代老师是会打人的，少一分打一下。你们幸福多了啊、哦，不会这样，少一分打一下了。有有他在，我们永远很安全。怎么就是打到他？但是今天呢？今天有他在，我们也觉得很安全。我我说我们的其他同学也觉得很安全，因为他什么都都能撑得住，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温柔有温柔，呃，要凶悍有凶悍。 就比如这样，以前那娇娇女啊，我们同班那些娇娇女啊，我们我我那个班上有很多是，呃，军眷眷区的小孩哈，娇娇女生呐、啊，现在看起来还是娇娇的，你知道，风风雨雨来，可能就只能这样娇娇的被一个男人的肩膀靠着，啊啊呃呃挡着这样而已。可是当年那些读书不好的，常常被我们欺负的女生。 现在强壮到不行，而且他还会每每都在社群当中哦剖出人生哲理，然后那些人生哲理呢，都是我们当年读书读得很好的佼佼男跟佼佼女说不上来，然后都在那里呢。现在在社群当中都一再的称呼：“哎呀，你好厉害啊！你讲出这个道理，我们都。” 呃，比如说，呃，当当你当老师了什么的，当然我除外了哈。他了就会这样讲，诸位看到了吗？如果你不会去思考你的人生，你对于你的下一步你要做什么，而且没有充满内在的力量，那讲你其实你读什么，你那张联考或者那张真试的成绩单，或最终你是不是拿？ 拿奖学金出国读书回来，很快的，在你毕业之后的几年之内啊，都抹平了。然后，而且更惨的是，很快你就跟不上别人了。人家拥有生命，你只拥有外在的成绩。诸位，你不知道我有们有听过一句话，我们从我们那个时代就听过了。我那个时候读成大的时候，我就听过了。 不过当然，那个时候的成大基本上比较刻苦一点了、啊。像那个朱金武先生，那个呃，国际上那个低温物理的呃呃先驱鼻祖，他就是我们学长。当年的那个时候读成大的物理的话，是相相当辛苦的。好啊，也常常会砍人。好，没有像现在这么讲人情这样。哦，又相对好一点，这样。 可是呢，就那时候我们就听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华人的小孩，小学、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一直到近乎读大学的高中之前，成绩都比西方人好很多。哎、啊，无论是数学呀、哲学呀、啊，什么样子科学东西读的好厉害，考试尤其一把照。但是到了大学开始跟人家拉平了，到了读研究所呢，创意完全输给西方。 到了出社会呢，完全被打趴，只能够博士去帮人家做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那你再看看今天的华人文化，或者你周边的学长们，好像也还真的是这样。他到西方去跟人家竞争的时候，也总永远是老二老三，他没办法去创造。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上面重要的，或者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科技，哪一件标准，哪一件基础，哪一个呃科学的或者是通讯的所谓协定，是由华人或东方人所制定的，几乎零，不是几乎就是零，没有。至一轮做善事，我我去年去。 北大演讲啊，我就举了这位，这位美国的这位，现在还活着的，啊，那个呃，Chuck f e n n y 这位呃，身价其实不高，他才他的他的身家的财产大概美金六十亿而已啦，啊，不算很多了，啊，在美国这样不算很多，呃，不不是最多的，但够多了啊样他的。 他要做什么事？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呢，固然我已经赚了钱了，但是我的下半生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怎么想办法把这六十亿呢给花到一毛不剩，而且要快，在我死之前一定要快，赶快把它花光，很有创意吧。”然后他平时的创意影响了谁？Maxwell 的比尔盖茨。 还有巴菲特，他们都加入了这个所谓裸捐的行为。然后他们这一票人呢，你知道，在五六年前、七八年前，中国大陆是大发特发哇，无论是股票，无论是社会的什么哇，都发到不行。但现在还是很有钱的、啊，这当年更加不可思议。他们一票人呢、哦，尤其是主要是巴菲特，跑去中国约大家吃饭。 也就是约大家来，也跟他们做这种创造性的想法，也就赚够了钱了，家庭安顿好了，赶快裸捐出来吧，你的生命会很有光辉的。他就约人家吃饭，没有半个跟他吃，糟溜溜，跑光光，干嘛来挖我钱的？我怎么可以去跟你吃饭？如果来教，你知道，跟巴菲特吃一顿饭的话，美金两万，因为他会教你投资，是这样。 啊，他这一次呢，到了他记得当年到美中国去的时候是零元，要来跟我吃饭不用钱，大家都嘛知道那个不用钱的最贵，大家都知道这这种时代是这样，没人敢去跟他吃。你要说华人文化里头没创意啊，这是超级没创，不但没创意，也不会欣赏生命的创意。 这是一种生命的创意，哪有人要把钱又花光光，把赚来辛苦赚来的钱在死之前花光光？这个人一定是什么起笑，啼笑了？你有这种创意吗？这么大手笔的玩，有吗？华人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文化，文化。 华人有这么一句话哈，积善之家怎么样啊？必有余庆啊！什么叫余庆？钱花光了，怎么会余庆？所以一定要钱留子孙，才有余庆啊！还、啊、有再来，为什么华人这么注重社会关系，尤其是官商关系？华人文化里有这么一句话：有关系人没关系，没关系人有关系，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余庆。 我爸爸很有办法，上通总统府，旁通立法院，下通下通什么呢？呃，法务部，呵呵那再全部搞定，从立法、司法一直到行政，全部搞定。那这是代表什么？代表家有余庆啊！你知道吗？曾经在几年前，八点党演那个什么，演了一个啊、呃，这个肯定没看过，但是我告诉你。 你去查你就知道，你现在马上查你也知道，在清朝，诶、欸、中期的样子，我没记错的话，有一个很有在中国有很有名的顶尖红红顶红红顶商人胡雪岩。你像胡雪岩在历史上的评价，基本上是个奸商，但是在八点档里头把他演成什么样？为了自己的家族经济，努力善巧奋斗。 然后呢，把快要崩溃了的家族，呃家族事业呢，重新的顶上来。哎，他在描述一个什么？描述一个我家族成功就是人生的成功。所以你的成功以家有没有余不余庆来看这个事情，这就是华人文化里头的家天下观念。 这种家天下观念早就有了三四千年的历史了。我请问你，皇帝不过就是一个家而已嘛？是不是？是不是嘛？就是一个家而已呀、啊。皇帝不过就是一个家而已啊,啊。你搞大的家啊，我搞小的家。你力量强啊，我就缴税给你啊。但是你也要保护我。你搞大的家啊，我搞小的家，大家捞大家的。 各自捞各自的啊！我有余庆啊，你也有余庆。注意听哦，我有余庆，反正我是积善之家。他的逻辑是这样，华人的逻辑是这样。我们不是常讲吗？你看看，哎、哦，子孙哦败得这么惨，那一定是他祖上怎么样？无德，亏德。 啊！现在如果我们说哦，你看看那个某家的谁，你妈妈、你爸爸一定跟你讲过这种话。哎呀，那个某家，你看哦，他家嘴赚这么多，他祖上烧好香。注意，我们华人文化里头常常以子孙成就不成就，反映为祖上有德没有德。好了，那、啊、既然这样的话，我这个子孙要是有钱，我怎么敢捐钱裸捐呢、啊？啊，裸捐裸光光了啊！ 啊，裸光光我就没钱了，啊，没钱怎么彰显我是有余庆之家呢？啊，我怎么可以没有政府的秘密关系呢？如果这样子，我怎么叫做庆啊？ 我怎么是一个有办法的人呐、啊？如果我不是一个有办法的人，我就不能证明我是一个有余庆的子孙啊！不能证明我我是一个有余庆的子孙，就反正我祖上无德。哎呦，现在不只是骂我，骂了我祖上耶！这怎么可以？事情大了，所以张光耀门楣不是光耀我多有钱，是光耀我后面那个祖上那个祖上。 所以变成我怎么可以去捐钱呢、啊？如果真要捐，那就是捐出来做民生的可以。叫我裸捐，那我怎么激庆啊？叫我依法行政，那我怎么会有特别关系呀、啊？怎么能显现出我与人家不同啊？我不能显现我我与人家不同，我怎么显现我家的祖上特别有德啊？所以你知道吗？官商勾结，爱好钱财，钱财传于子孙。 然后呢，代代相承，这变成是一个道德命题了。这变成是华人里头证明自己有道德、证明我这个家族有道德的一个什么？一个道德行为。在西方人来看，你赚进社会的钱，你应该用之于社会。在华人文化里，从来不这么认为。诸位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有？文化影响一个人跟一个家族，影响到整个社会看待自己的跟社会的关系，影响这么深，你看到没有？你怎么可以不了解宗教？我刚刚讲这句话，其实是来自儒家。儒家对中国人近乎是一个宗教，对不对？ 那我们都毫不检责的接受了这样的思想，你什么时候鉴别过？没有，但你就接受了，这就是文化，这就是透过一种类信仰的方式呢，形塑了你的生命价值跟生命道德观。 你怎么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以不对这样子的你被什么东西所熏这件事情去仔细的分辨呢？诸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连着要三堂课讲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我们被，其实我们一再的被重要的长期累积下来的社会氛围。 所述行述，而社会氛围总名为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最强而有力入人心的，就是透过信仰的媒介。各位同学，你一定知道哈，你想要那个男生做你男朋友，想要那个女生做你女朋友，你第一个想的一定是这样。 哎，我不知道跟他有缘没缘，人家西方人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你就会这样想，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得了也不是你的，这你们大家年轻人大家都熟悉的想法，西方人没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充满什么狼性，想要约就约，不行了大家说散就散，哭哭闹闹三天过了，再去找下一个。 那、啊、我们的想法啊，有缘没份，不是粪便的粪啊，是人字边的那个粪啊，有缘没份，好啦，没关系，下次再培养缘分好了。我们显得好温柔，为什么你会这样想？是谁教你的？考试也不考这一题，你怎么会这样想？文化，就是文化。 他行作的，乃至你在追求感情的态度、积极度，跟面临感情当中你怎么正确的思维它。当然了，刚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我说过，它有很多负面的形形象了。至于缘分观念，其实来自于佛教，它就来自于佛教。但是呢，就像杨老师刚刚说的，他早就被民间信仰挪用了，对不对？ 对不对？然后呢，被挪用了之后呢，他就普遍的，你爹你娘也不信佛，但他通通有什么缘分的观念，阿立德，你就上辈子欠他的啦，所以怎么样？要接受，所以你妈妈跟你爸爸吵完架之后哭一哭，还还是会回来。 因为他去，他去什么？他去算命也好，或者去找王爷也好，或者去找什么呀？哪怕他不去找师傅，他去找那些算命的、卜卦的什么的，他都告诉他啊，这就过去有缘。过去你你老公是一条牛啊，你是牧童啊，你都打他。现在所以现在呢换过来了、啊，那条牛变成你老公了，他打你，所以你要被他打。所以你妈妈呢哭一哭回来，还是永远会回来，基本上稳定。 维持一个稳定家庭状态没什么不好，但是谁叫你一定要这样子接受的？怪嘞！到了你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还活在华人的文化里，你也会像我刚刚说的，你妈妈那个样，你爸爸那个样，相信啊，那个就是缘分呐、啊，自然熏的。 诸位，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谈影响华人文化在本质上面的三大之中的一支，所谓佛教文化。它身为一个外来文化，对啊，两千年前东汉末年的时候，他才正式的有历史记载进入中国的。他身为一个两千年的号称外来文化，他怎么有办法在今天？ 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来影响着我们这一代的人，同时也影响了所谓立法院里头面对宗教立法他的一个反应态度。你知道吗？在华人文化当中呢，显学活着好好的时候，看他像像在积极的状态之下，他基本上。 是以儒家取取士，东汉以来呃，西汉以来一直是这样。虽然西汉是表面用儒家，私底下用阴阳家这个方式，但是表面才重要啊！表面是抬在这个这个这个这这个这个这个桌面上来的。所以读书人呢，读天下书，所谓何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没有皇帝的恩赐，给你一个官位，你怎么立心？你怎么立命啊？所以叫你读了一辈子，考试考到后来，不过是要取得皇上的一一一眼关爱的眼神，点名你叫做状元、榜眼、探花，还得他关爱你。所以你想想看，你的一切积善之家的那个积善，都来自于皇上的恩赐。 那么你读的一切圣贤书，所为何事，最终都凝结为替皇上这一家服务。这就是博洋先生所说的，华人在还没有面对生命的内在生死本质的时候，他的人生价值近乎就是以为一个一个统治者的荣辱而负而而负责的。 他没办法超越统治者之外来思考自己的生命本身有没有一个圣性的价值？没有，最高的价值就是皇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有的天后宫，对不对？天后，对不对？其实是谁呀、啊？谁呀、啊？阿妈祖咩？对不对？还有，我问你哈、哦，我们的武圣是谁呀、啊？人家在拜是谁呀、啊？谁呀、啊？ 我在我说同学知不知道关公？你知道吗？关公根本在清朝以前完全不是武圣，还排不上边。为什么呢？清朝以前的汉人文化当中呢，从汉人皇帝的时候呢，武圣根本就是岳飞。可到清朝的时候就想想不对，为什么？因为岳飞当年不是要打金兵、打金人吗？是不是啊？金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清朝皇帝他们的元祖，他想一想，哇啊！现在我已经拿到中国了，啊，糟糕了啊！武圣就专门反我祖先的，那你你这样不能做武圣，哎，皇帝直接就叫岳飞下来下台，你懂吗？不用选举，直接就把他叫下来了，然后就对外宣布，哎，武圣换人，那个岳飞已经不干了，啊，被。 呃呃，被皇上撤职，他不好意思这样讲。他说：“啊、呃，因因因为众所皆知的理由，在对岸常常用的用的用词，因为众所皆知的理由，所以呢，岳飞不干了。所以呢，现在换谁？换关公、关羽。关羽基本上是汉人打汉人，对不对？而且还大意失失荆州过。” 那因此呢，所以这家伙，这位这位关羽先生呢，基本上呃身份比较中庸一点。哎，神哦，神哦，在华人文化里头，神是被人所管的，神的位位阶也是由华人的天子，天上之子所定义的。哎，这在西方是完全是什么、啊？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神一定在人之上，怎么现在倒过来？ 人来定义神的价值呢？你知道吗？天后是受，呃，是记得没错的话，是明朝时候，明朝的哪一万历年间的、嗯、那位皇帝，还是哪一位皇帝把他赐名叫做天后的妈祖？从今而后换成天后了，是人给他一个名字，也就是说我授予官阶给你，也就是华人在正当的，在一个成平状态底下。 没有人去思考内在的圣性，也不去感受我有没有背后内心里有没有超越我现实的思想之外有更高的西方人讲叫做神性的空的的的赋予西方的基督教是这样讲的。你今天之所以有人的那些呃灵敏的思维跟不同于禽兽的的反应。 那是因为上帝特别的眷爱，上帝以他的形象来创造你，所以你是 special 的，你的 special，你的特别都来自于上帝的恩赐，所以你傲慢不起来。华人文化里没有这个，他没有一个创造的神，所以皇帝最傲慢，他可以封神。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封神榜了，封神这种观念。 当然，那个奉神不是不是人王封的啦，是天地封的。但是在人间也跟着这样做，这就是华人文化里头对于内在精神思维呢，在本质上面，它是没有创造神这个观念，创造主这个观念。那么，那么呢，有没有觉性的观念呢？佛教有进来了，可是对华人，因为长期受到儒家取士。 读儒书取士的这个影响，取士取取啊，取取人呐，取财了，这个思想影响啊，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面临的生离死别跟内在生活的疑问之前，他完全很现实的去思考现实的政治、经济、情感、人际利益，因此他也不会有我生命的背后。 虽然没有上帝做指导，但有一个最高的圣性，我们佛教讲叫做佛性作为指导。他不认为。基于这样子的事实，来，我们来回回过来看，台湾三百多年，或者叫台湾开机四百年好了。台湾开机，汉人开机在在台湾开机这四百年当中，它是什么样子的宗教文化呢？就是我刚刚这样讲。 刚刚这样讲，在台湾的汉人来到，那当然基呃原住民我们暂且不谈了、啊，我们现在还基本上以汉人的主流文化来谈，不是轻视，而是说实在没办法谈那么多哈。其实原住民的宗教信仰方式又有不同，它主要来自于长期以来被呃宗教学者贬义的叫做什么呢？叫做自然信仰、自然性信仰，那个不可以这样讲。 在佛教观念不能贬义人家叫做自然自然崇拜信仰，不可以这样说的。可是呢，很多宗教学者，呃呃，会定义原住民是这种信仰法。当然了，后来基督教、天主教进去之后呢，呃，就试着去转变他们。所以现在我们的很多原住民是信仰天主教。好啊，这个都暂且不表。我现在讲的是，就佛教的。 或类佛教的信仰在华人文化当中了。这其实在汉人开机这四百年的台湾，根本上是用这种态度在面对宗教。也就是平常生活很安稳的时候，他以现世的价值，主要是以政治、经济这两大类价值呢，作为他生命的重要目标跟支撑。 往往必须要有我们所谓的特别因缘的时候，比如说求之不得，努力于用哎什么样子都没办法用人的关系、财富的关系跟地位势力去获得的时候呢，他才就会转而借助神了。你比如说啊，每到选举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什么候选人都跑去拜妈祖，跑去拜关公、拜王爷？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跟他保证他选得上，不过这一次，呃，呃，这个小英比较例外，因为他大概知道他选得上了，所以他还去走一走而已，他就没有那么殷切的感觉。但是相对的，其他候选人，你看他就两眼露出乞讨的眼神，或者恳切的眼神，在那里拜拜。 为什么？因为求不到，不保证求得到的时候，他就会极力的寻找他心目中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但是最终他还是认定他可能具有神秘力量，可以接受他的呃贿赂，不好听叫做恳求，然后获得一个超人的意外的收获，那就是。 华人在现实当中得不到利益的时候，或者没办法用他现实的财富跟权利获得他想要的的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开始转入了本质上是为了现实需要的宗教生活跟宗教行为。这个事情，华人两四五千年来一直是这样，这就是华人文化。 来到台湾，汉人开机了四百年的台湾，本质上整个社会氛围也是这样。所以你们当时考联考，或者是考呃呃不，你们不叫联考，叫学测，或者是做真事的时候，搞不好你的妈妈、你的爸爸，都大部分是妈妈，都会怎么样叫你去哪里拜拜？呵呵然后要不呢？ 哎，拿着你的生辰八字去哪里？哪个师傅或哪个庙、哪个宫那里呢？去干嘛呢？去离斗，而去看呃去盖魂。盖魂就是說你运气不好，要把你的魂盖掉，让那些什么倒霉的事找不到你。呵呵你懂吗？你看看这些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当然，你爸妈如果够年轻，搞不连他这个都不懂。但他听完了我这个演讲之后，他马上会去问。 马上问说：“我记得喝康哎，有这种好康的，那怎么做？”一定会这样。我曾经在这边演讲过一次哈，是讲到说，如果哈在佛教当中，不，如果有女生有男生想要结婚之后想要有孩子，甚至于想要指定生男孩或指定生女孩的话，佛教也有经典可以帮助他。我只我只带过一下而已哦，你知道吗？一直到前天还有人在问我，师傅。 你当时演讲说的那个能帮助，能不能告诉我？问的好卑微，你懂吗？好温柔哦，都已经五年了 <laughs>，那个、那个、那个录影已经五年了，一直还有人这样问。他不在意我那两小时当中演讲的真正重点是什么，他的重点就是别的我不管你，告诉我是哪一部经要怎么干，然后他要告诉我，好可怜、啊，一定他已经生三年了，生不出来。 师傅你务必要帮我忙，大慈大悲。他后面还加这句话，大慈大悲。这个时候，师傅就突然间变得好重要了，突然间变大慈大悲起来，而且他相信师傅是大慈大悲的了。他宁可相信。哎，那些立法委员，当我在对他提出了呃创制的创制案的时候，他不会认为我大慈大悲，他认为我在找他麻烦。 他完全不知道我是为了所有台湾人的一个宗教信仰的内化的需要而要创制这样的法条的。他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你的失误是贪心，你来你来麻烦我的。你看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及时的需要啊。”啊，有一次我在呃这个瓦拉纳西，印度的瓦拉纳西，好。 去开会，那巴拉西是很有名的，六千年的古城，六千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到现在还在，是人类数一数二，要不一就是二的最古老的城市。好，瓦拉纳西，你才能看到那个恒河旁边有人在那里洗澡的那个那个城啊，那就是瓦拉纳西。那我去那里呢，参加一个国际的戒律学研究研讨会，那么是达赖喇嘛也来参加。那私下因为大家。 在这十年前，我在那一次的更早之前，十年前就跟他开会过了啊，他也来台湾，我们也做一次 seminar，也是关于戒律的，所以我们就算是说周边人呐、啊，拉一拉就很熟。私下他就聊起来，他就说啊，他去他去法国的国会哈、啊，做一个非办正式的演讲。后我说哦，老妈你这样很难得。他说啊，一点都没用，不是说没用，他说哎呀，你不知道，啊，很麻烦，然后怎样？ 他们对于我讲的内容毫不关心，只关心我关于怎么保养身体。你了解意思吗？只问我关于健康问题。对啊，啊就这样，啊就这么现实。诸位，华人文化里头，甚至于比这个还要严重，因为喇嘛在法国，你要知道。 法国是一个有宗教，基本上是宗教信仰，像英国、像德国一样，宗教信仰很明确的一个文化的欧洲的古老国家。在他来想，你喇嘛是一个世界上有名的人权行动者，那至于宗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问你健康就好。他们的态度其实是这样，跟华人在本质上面是没有宗教文化的基底。 只有比较现实的所谓俗世价值作为人性的基准，等到遇到了我俗世上面我俗世世俗世日的金钱财富呃权势做不到的的时候，他才会想到一个神秘力量的恩赐来源。那个时候才突然间觉得好像宗教可以依靠一下，但也仅止于平等性的依靠，而不是最重要的依靠。注意。 在印度，在欧洲、西方的文化，哪怕是中东的回教文化当中，所谓的神，所谓的圣性，印度的所谓圣性或者犯我，那是他生命的唯一重要。华人文化平常是没有这些的，等到我刚刚说的遇了问题了之后，才把宗教拿来当做是二分之一的重要。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差别有多大。所以，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普遍都同意一个事情：中国人，他讲叫中国人，其实我们应该讲华人，哈。因为现在中国是一个政治主体了嘛，现在讲华人。华人基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连华人自己的研究也自己承认是这样。这就是四百年来。 台湾佛教所存、所一直面临的，到今天、到昨天、到今天的早上，我们还在面临的一个社会氛围，这是文化氛围，这是文化氛围。你要不要这样？我没办法影响你，但我我有责任在这个演讲当中耗这么大劲儿，证实给你听，比喻给你听。 这就是华人文化的生命样态。那我呢？我当年一直到我学佛，哪怕我出家的前十年之内，我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特殊性。我不讲，不要讲严重了哈，就特殊性。我自己都已经甚至出家了，我都还没有意识到，我都没有那么感觉深刻的说，这个文化影响到整个社会是什么。 但慢慢的，我们就知道，开始知道是有影响的。你知道吗？西方，尤其是像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大国，他的总统在就职的时候，就职典礼的时候，当着国人的面，你知道他怎么宣誓吗？他手是按在 Bible 上面的，他的宣告是把宗教语句放进去的。我本于上帝的教导，作为这美国的。 总统，啊，我必须本于上帝的教导来做好我美国的。大意是这样，几句话而已。作为美国总统的什么的的职责，他按在 Bible 上要是一个佛教徒，作为美国人，他也会抗议啊。哎啊，你为什么不按在金刚经上面？怎么不按在法华经上面？怎么印在 Bible 上？他会跟你讲，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也是美国人呢、啊。对不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认为。 这个世界就是上帝造的，你不信是你迷失了，你懂吗？他认为是你迷失了，所以他大他大然然的，这个是超越政治思考的，这不是选票可以决定的。我们是上帝所造，也不是选票所决定的。上帝的意志是不可以讨论的，你少废话。所以没有人能够看完这个事，在欧洲文化里，西方的文化。 呃，我们说耶教的文化里没有没有办法可以抗衡，那么在回教呢，亦复如是啊，对不对？今天的 I S 固然呐、啊，固然让社会整个世界上都很不安稳了，他依靠的也是他的所谓宗教信仰、啊，他也认为理所当然了、啊，没什么好讨论的。无论他到底这样对还是错，他还是动用了所谓宗教信仰啊，看到没有？印度也是啊。 一个最有名的印度的一位，也有一个有一部电影，这是真实的，就是美国的啊，直霸，他呢有一次发好心，为了要去解救，不要讲解救了，就为了要去帮助这个世世界上目前为止还是第二大人口多的国，好十多亿，好还没有中国那么多，但是很快就要追上中国了，啊啊，但是他普遍贫穷现。 以下的人很非常多，他想要去那里挖掘人才，他挖到三个，好名字那个那部电影在演这个真实的事。那么刚开始去的时候，真的这三个小孩很强，被球探找到了，主要是做投手。那么这三个投手都很强，早去了美国这种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呃，社会当中呢，有一点不能适应，但是表现的非常好。 后来呢，在一阵起伏之后呢，他们呢表现出超越了一般美国或西方人的那样子的稳定度跟性格修养。这个时候呢，电影当中就演到这一段。它本身是一个一般性商业电影，没有必要要替替替宗教做广告的了哈。但是他就演到这件事，他说里头有这么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演了这样，他演了说。 这几些小孩，这三个小孩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一穷二白，完全都要听球团的安排。那生活语言也不通，文化也不通。可是呢，他们带着走了，他们带着了他们的小神像，也就是我们常看到那个象鼻、象鼻神像、湿婆神的、嗯，湿婆教的那个湿婆神以下的重要的这这个什么破坏神的像，他都带过去了。有不同啊，呃，细节我不说了。 在那里呢，就是放在那个他们的宿舍里头办。那么渐渐渐渐的呢，这几个小孩子开始崭露头角，开始有人嫉妒他，甚至于陷害他。在西方国家里，这样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出不必要教导的强大的内敛跟面对的能力。这个时候，电影就有了刚刚那个那个他在他在他们的宗教面前祷告的，每天祷告的这个。 这个景象，然后在后半段的时候就出现这么一句话，就是他的教练在他们已经学好要回国，已经赚够了钱，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改两、个、三、个都一起要回国的时候，问了他这么一句话：，说我观察你们很久，一直就这样了哈，你们怎么有这样的特质？那他在电影当中没有必要要为他做这个事啊，电影没有没有特别要这样做，但他反映一个事实，他说：，因为我们有。 文化当中最深刻的宗教信仰，他讲了这句话，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诸位同学，如果你要去打工，你大概不会去印度，你一定去这欧美啦、澳洲啦、纽西兰。所以你可能在你经济能力还没独立之前，你很没有什么太大机会去印度。但我还真建议你去印度看一看，他整个国度当中真的穷的人很多。 有些呃也对女性不太友善，确实是，这是他文化的弱点。但是呢，他本质上面暴动不多。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不能叫做狂热，而是说那种投入感是让人动容的。有这么一个呃影片呢，BBC 所拍的，因为英国人曾经统治过印呃印度，他们在十年前多。 回去印度之后呢，重新拍一个从印度的几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的原住民一路一直拍拍到现今的印度，总共有六片，你去看一下，很持平，很有深度。他们也提到了这样，诸位，所以世界上的古国其实就是华人文化特殊，这个也直击在我们的台湾。 我我费这么大劲儿来告诉你，从比较文化当中的角度来告诉你，台湾很特别的，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也是华人文化的一个重要一支当中，它最终会展现出它特殊的文化样貌，跟今当今的中国真的也不一样了。可是呢，它的根本基底是一致的。我刚刚讲是通通途的一致的，好。 那么这个呢？这个基础是我今天有必要告诉诸位的。从这个基底当中，你看到的事实是什么？看到的事实是，宗教信仰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其实从来就没有成为生命的主体地位过。无论也因此，它表现在教育当中，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正式的什么宗教教育，从来没有，美其名叫做什么？ 宗教不入校园，为了保持什么？为了保持平衡？哎，怕哎，和尚来了，来来在这里之后跟牧师打架，他也未免太小看宗教家了。他居然害怕这个。其实，真正的基底是儒家至上。我不需要你宗教。年轻人嘛，干嘛那么消极？有头发不留就把它剃光头，有衣服穿不穿？一天到晚穿这个长衫又不方便。 但他想法可怕这样。更惨的是，不孝有三，怎么样？无后为大而、啊、我偏偏就真的无后，是吧？我是交过女朋友，但是没有没有生小孩，是这样。所以真的无后、啊。而我爸爸呢，就我一个独子、啊。而我爸爸本身也独子，啊，生我这个呃、啊、养我这个独子之后呢，看我能不能生生个一个两个。的结果，我跑去出家，未婚就跑去出家，那不就断后？ 那简直大逆不道！像这样子的观念呢，是不应该发生在一个一个受国家栽培的知识分子身上。我曾经在成大办东哲社，东哲社现在好像挂掉了哈、喔，有没有东哲社好像挂了，没有了。当时在中东哲社的时候，我办了一个东哲与西哲的对话。那么我跑去那个那个街坊上面去影印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我们的。 国文系的老师，你知道，国文系、历史系很大程度是儒家的思想背景，很色彩鲜明的。他看我手上戴念珠，脚里穿的僧鞋，头上理平头，我大学就理平头了。然后他就说，然后看到我在印什么，印印什么，印这个佛教的传单，你知道吧？因为我要贴贴做大贴做海报啊。那就他然后就在旁边看呢、啊。 那作为一个中文系的老师老老师啊，一看就知道了嘛，他就跑来跟我讲，没事哦，就跑来跟我讲，年轻人，你怎么这么年轻就这么迷信？哎，一个大学教授，可以对一个一个大学生他自主在做些什么事毫不怀疑的说他叫迷信，你就可想而知我们的教育主事者。 是什么样子的宗教素养？有一次我到美国巡回演讲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刚那个时候没有直飞啊，不是没有直飞了、啊，为了省钱呐、啊。那个时候我出家没才，哎，在十年以内资历不是很深，经费没有很足，你懂吗？然后呢，我就不敢坐那个直飞的哈啊，一定到日本嘛，啊，日本又要等差那个三四个小时才能。 才能进台湾嘛啊，三四个小时就在那边晃啊啊，遇到一个美国老太太，老太太，她就问我，教授说她问你说，Are you believe God？你相不相信上帝？啊，我就找了一个美国一起跟我回来的，候你帮我翻译一下。我就跟他讲，我相信有上帝，但我不相信上帝创造人。我只讲完这样哦，那个老太太哦。 那个脸呢，变得像要咬死我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你可可想你，我你看到这样，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不是害，我不是害怕，我是敬重，敬重什么？敬重人家为他的信仰的辩护的能力。一个老太太啊，本来跟你笑嘻嘻的问，你知道吗？当他问听到我 "I believe" 的时候。 敬送，很爽，你懂吗？但紧接着我跟他讲，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创造主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愤怒到想要吃下我那个样子，真的让人敬重他对待他的信仰有这么强烈的自信跟什么拥护之信呢？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如果冒犯你的话呢，不是我的本意，但我们中我们佛教讲因缘的，所以才会这样。 请你也尊重我的宗教，我对你的宗教完全没恶意，我也很尊重。我甚至把我小时候读的幼稚园就是教会学校给搬出来，吸他的怒，他后来才，唉，稍微接受一下我这个 monk，不是加尾巴叫 monkey，是这样子呢。哎，一个老太太，毫不毫没有宗教家的。 的的束缚之下，他可以为他的宗教信仰，敢于去这样对待一个宗教家这样挑战呢？华人绝对没有，这我是印象很深刻。诸位，我耗这么大劲来告诉诸位一件事情：华人华人文化里头为什么相对的封闭？为什么创造力不足？为什么呢？在。 生命公共事务当中显得那么样子的漠不关心，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当中的“至少门前雪”，文化当中的所谓为家族奋斗、明哲保身，不然你出头了妨碍别的家族，你将会受到满门抄斩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帝王文化所影响。到现在，华人。 还是缺乏公德跟正义。西方为什么这么强烈的重重视这样？因为他认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所造啊，我应该行上帝的正义之法呀。他的想法是这样，所以整个社会氛围跟生命价值感是不一样的。在 YouTube 上面有这么一个年轻人，才二十。 今天应该可能有三十岁，我看到他的时候二十五岁，理个光头，是全世界的政府最头痛的人。他专门搞环保，而且他的演讲非常具有说服力跟煽动力。他到各国去跟人家讲到这个呃暖化啦，哦，你们国家怎么样在妨碍这个呃造成社会的软化？连美国政府对他都很很感冒。你知道吗？他是没有职业的人。 当年我看到他的演讲的时候，他才二十四五岁，已经出道将近将近五六年了。换句话说，他十多十七八岁就已经在做这个事了。哎、欸，在华人文化里，这叫做不务正业呢，对不对？哦，是不是这样子啊？但他可以这样做，做到全世界去。人家反问他说：“你在不在意你的未来，或在不在意你的饮食、你的生活？”他常常有一餐没一餐呢、啊。 因为找不到演讲对象，他就没有演讲费啊！啊，没演讲费，连飞机票都没有，有时候是这样哦。当然，现在呃，环保意识啊，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各国都已经有了，都会资助他。早期是没有的。他说，他就这么讲。他说：“那是我的生命的价值。”他讲一句更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上帝创造我的使命就是这个，我找到。”哎，人家是这样哎。 说他有创意，说他有勇气都可以，但他做到了什么？宗教，religion，在他内心里头产生强大的正义，跟势在必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生命的光跟热。华人文化里少见这样，少见有，但少见。我没有，我这也是华人。 我没有要，我没有要调侃，刻意否定它的价值，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好的，我们当然也知道它有不错的，但是它真正缺乏的，作为一个宗教家，今天的台湾其实一直以来还是表现成这个样子，这种对宗教在生命中的价值意义不深，而且只。 顶多只把它当做是一个现实买卖的交换途径而已，到处充满在民间信仰当中，有没有？你看到妈祖这边挂了一大堆金项链跟金牌，有没有看过？还愿用的。我常常讲，你求的是什么？富贵儿孙、名利财富，最后呢，还给妈祖是一片金牌三两，这样而已，顶多一万。 两万这样子而已，你赚多了啊！你看看华人里头，当然乐意这样啊。如果球是有效，而且我贿赂在前，说交易说交易方法在前，我获得在后，我当然乐于去履履行约约定啊！赶快去挂那个什么，挂那个金金牌呀，就挂。那我得了更多啊，我得名得利，可以赚更多啊，诸位。 太多是这样了，还有我小时候，华人对信仰的概念呢，是多么的充满功利主义跟交换意义呢？这在民间信仰当中，你将会看到统一而毫不掩饰的行为。我小时候，我是给人家领养，我给人家领养呢，拿椅子给我坐，我忘记坐了啊 <laughs>。 我给他领养，那给他领养的话呢，我我我有个领养我的一个跟我很亲，就是我跟他要很亲的一个呃舅妈，二舅妈，他呢曾经是呃叱咤风云的那种黑玫瑰型的人呢，哦，黑白两道都很熟，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很有哲理，他讲出来很有哲理，常常往往是这种人讲出来的话最有哲理，你懂吗？因为人事看多了，呵呵有一次。 我们知道啊，家里都会拜地基主，有没有？过年过节或者是清明，有没有会拜祖先？是不是啊？那大大伙儿就拜了嘛，就像你们家一样哦，大大鱼大肉这样。我那时候没学佛嘛，我那时候才小，呃，国中而已，懂事了，但国中。那我们家在拜，他不住在我们家，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好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呢，拜祖先呢，他来了。 啊，我们就哦，也是很丰盛哦，哈、哦，没有到满汉全席嘛，也一定是几菜几汤，鸡呀、啊、腿呀、啊、鸭呀、啊，怎么办，你知道吗？我那个舅妈讲话了，她跟我娘讲，啊，我在旁边听，哎，我因为不能讲台语，台语才传神呢、啊。不过杨老师说有很多人连国语都听不太清楚了，光讲台语，那所以我就讲国语了哈。他就意思就是说，哎。 不要拜太好啊！哎，我第一次听到哎，不要拜太好。哦，他这么一讲，我就注意了。哎，哪有那个拜拜拜祖先不要拜太好的？我就注意，他是什么论证呢、啊？我很好奇。他就跟我娘这样讲：“哎，那个美玉啊，我妈，我我母亲叫潘美玉啊，美玉啊，阿尤啊，她叫阿玉啊，啊、不要拜太好啦，拜那么好干嘛？”然后我我母亲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就说：“啊，就拜拜了嘛，没关系啦。欸”哎，他可不听哦，他就这么讲哦。这第二次对话，我娘回复是这样哦，你他怎么说吗？哦，拜那么好，让祖先以为我们很好过，听懂没有？这样他就不会再帮我们庇佑我们了。拜差一点，然后跟祖先说：“保佑我们赚钱，明年才拜好的给你吃。” 诶、欸、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不是用恨恨的角度哦、喔，是用一种我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要这样啦，是这种态度诶、欸、不是那种不孝的角度，不是哦、喔，是一种你不懂啦，跟祖先谈判就是要这样啦，你你你听懂吗？诸位啊 跟自己的所谓文化当中的所谓慎终追远的祖先，你都可以讲价嘛耍手段。你说他跟远在天边的诸佛菩萨是什么态度？华人文化没人这么干的。世界上有在信仰的，没有人这么干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我。 初出家是在台中，你们应该没听过这个名字，叫做大家乐，听过人举手。啊，你你够老了才会听过，大概你们眼前当然没听过，其实就是所谓的彩券、啊、现在的所谓国家弄彩券，早年呐、啊、国家没有经营彩券，那就有私下的组头去做彩券啊，那个叫做大家乐，那。 名牌这两个字听过了没有？有没有听过名牌？听过哈？明日月明啊，牌子的牌，那个不是那个 LV 那个名牌哦，是指什么？开出密码，让你读出来这一期的什么？这一期的彩卷会是什么几号？这叫名牌，听过吧？这应该听过了吧？那都在哪里求名牌？哪里求啦？哪里啦？坟墓啦？ 哦，王爷哈，对不对？这就是民间信仰了，看到没有？好了，那、啊、求就求嘛，啊，求没有了，啊，没有就算了，对不对？是不是？就你倒霉嘛？才不是嘞、欸！在我刚出家的台中，台中啊，那个时候啊，才刚解严，整个社会你们没有经过戒严，你们不知道，整个社会是很闷的了。 很闷的，是不能讲政治的，是不能对所谓的领导阶层有任何的啊、呃、或或明或暗或真或假的一些批评是不不太可以的。儿女呃也被父母禁止这样，因为二二八加上一个白色恐怖，所以你是不能谈的。所以整个社会是很闷的。但是呢，因为闷，大家就尽量赚钱。那想要赚，慢慢赚太慢，所以就玩什么呢？玩这种彩券啊。 来得快，可是玩彩券呢，太多不可确定的因素了，所以一定要找关系才会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有关系一样了，又来了，他去找谁做关系呀、啊？找人没有用，因为不能偷偷给你给你知道牌子，居然找谁？找神 <laughs>？去找鬼神？去去坟墓堆，要不就去找那个王爷，要不就找什么？干嘛？问名牌？我相信问名牌这四个字听过吧？ 听过吧，年轻人，你们应该听过。好，结果呢？那连续吧一年，整个半年，听说台中地区哦，那个很有名问名牌的那些那些老老的公啊，或者那个路边的那个小庙啊的的神像啊，统统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听说那一年台中大部分问都问不准了。 我会解释，从佛教角度我会解释为什么了哈，都不准了，结果不准了之后呢，突然间，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哦，浊水溪台中的浊水溪啊，大甲溪、浊水溪都从中部流过去，浊水溪上面飘了好多被斩成一半的神像。你们如果台中人回去问你爹你娘，搞不好有机会，他们有机会听到。 听到这个这个故事，啊，我们那时候我已经出家了，啊，我们一听到，我们觉得啊这样不好。后来呢，就有人讲，地方人士就有人这样讲了，讲说就是因为那样。后来台湾有台中发生了一次那个什么台风啊，那个台风哦，从中部进来到台湾海峡，不知道打到什么，又弹回来啊，又出去啊，又回来三次，还记不记得？ 啊，就在浊水溪上方，这样进进出出三次，啊，人家就说了，那就是遭报，遭报，报应是有的，鬼神也是有的，啊，为什么会算不准？因为鬼神的神通有限，你的福报更有限。当他剩下来的神通算不准，你又逼着他算的时候，他就会跑掉，跟你乱说一通，想要赚你的祭祀，你对他的祭拜。 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他即便是准，你的福报已经没有了，他也没办法。就像你的银行里没存款了，他也没办法帮你去抢钱。如果帮你抢钱，你一定要拿相等值的东西来卖，比如说生病，比如说刀血刀血之害，甚至于亡命都可能赚了那个钱就死掉。在台湾就发生过这样，那个鬼就直接跟他讲了。 那个、那个、那个地方的鬼就跟他讲：“可以，我让你赚。三个月之内，我收你为徒，你得死。”他不相信哦。三个月之后，好端端的睡在床上，心脏麻痹挂了。好好一个人哦，不烟不酒的哦，只爱赌而已，不烟不酒这样子哦，说挂就挂，送急救也没用。那留下钱呢？儿孙在享福。 呃，<laughs> 他自己呢，跟那个鬼去做苦力去了。那么他就这样跑跑开哦。我重点在讲什么？讲说你看看，不是皇帝可以封神，皇帝高过神而已，连人都可以对地方的鬼神，这种位阶比较低的鬼神，可以下毒手。你看看，你让我算不准，我就把你给劈了。 <laughs> 听过吗？华人台湾的文化的所谓民间信仰的态度，甚至于充斥着这样子的态度，你知道吗？我们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城隍庙，就在那个什么，诶、欸、哪里啊？开、欸、青年路、开元路还青年路是吧？ 就是从开元路转过去那个那个另外一边的那个哦，不要去要向开元路方向，呃，不不,不跟开元路无关了，青年路了，青年路那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旁边啊，青旗旁边，对对对，青旗旁边，他就是他到现在应该还有在干嘛，在给人家办事，有没有去看过啊？在读城大没有去那里参访一下太可惜了，以前我都有去去看他们怎么办事，你在日本办事吗？ 比如这个人，比如这个人哈、哦，啊、哦，老树生不出女儿了；要不就是，也打扮的够漂亮了，怎么老公还跑掉了？哦、要不就是，怎么官司缠身了？要不就是老是不升官了；要不就是疾病缠身了；要不就是晚上做噩梦了；要不就是人家跟他讲什么时候要挂掉、要死掉了；要不就得了什么癌症了？怎么怎么了？要不就就这些，钱、财、名、地位解决不了了，通通来自。 <laughs> 来到来到城隍庙这里，那你看他会怎样？他会吹那个羊角、那个牛角、牛角、牛角喇叭，不不不，然后就甩什么呢？蛇皮鞭，啪啪，那个威吓。威吓完了之后呢，那个主神呢、哦，它里头有好多办事的神哦，他就来了嗯。嗯，你欠他多少了？所以你生病了。哦，听的人很爽哦。 啊，终于找到了原因，就这个，他完全不去管修养啊，修行他不管。他说：“哦，终于找到冤亲债主了。”然后就开始哦，中间有一个中间办事，那叫斗头，那叫做桌桌头了，换成国语叫桌头。桌头就是作为一个媒介的人，他不是起机的那个、哦，起机在起机来不及做中间人，你知道吗？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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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伏击的啦，可以这样讲。 那个人起来，其实这不叫伏击，他应该叫做左辅佐的那个人，他就开始讲话了。啊、呃，你放过他了，哦，这是我的 case，既然找到我了啊，这是我的 case 啊，那个看你要什么，然后然后这个附身的那个那个那个冤亲债主就讲啊，我要他《金刚经》一百部。 他不会去送道教经他都要求送佛教的经我常常去听了，几乎百分之百要的不是《法华经》就是《金刚经》，要不《地藏经》，要不《弥陀经》，要不就《普门品》。从来就是这个，从来没有什么，很少听到他要求道教经的。因为这样，我回来偷偷看看到底《金刚经》在讲什么，怎么这么管用？是这样啊。然后，然后这个，这个，哎，哎，接下来你就看到了。 接下来这个这个来办事的、生病的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哈，不不安稳的这个人呢？人呢？他就跟那个那个桌头啊，就这样讲。哎呦，请师傅送，因为他自己不会送啊。哎呦，请师傅送一百步太贵了啦，一步如果五百块的话，一百步多少钱呢？五万呢？可不可以少一点？哦，这样哦。好了，你要你打算可以付多少？啊，不然，呃。 五十一下砍一半，五十 <laughs> 是这样，然后就跟他讲，就开始了又讨价还价，啊，五十好不好啊？然后那个机童、嗯，不帅不可以哦，有人还生气拍桌子，不行啊，那、哦、不行，我们再加一下，七十好不好啦？哎、欸，就这样了，最后八十五成交。<laughs> 我第一次，我真的我亲眼看的啊，现在还演得到，啊。要不然你就去看一下。 科技时代可能会拿出掏出手机来讲，也说不定了。但是总而言之，还是在这样做啊。我那时候经经过了，还是这样子啊。你们不信，去看一下。这就是民间信仰。他有没有佛教的呃的的的的概念在里？有冤亲债主的观念，因果观念有。啊，也要都喜欢诵佛教的经。你看看教授刚刚讲的，挪用了佛教的元素。 到处充斥的这个行为，可是呢，本质上没有修行改变命运这个佛教最核心的观念没有，还是什么？还是我说过五千年文化叫做什么功利主义的宗教观？还是那个找人来瞧一下，跟现在立法院不是完全一样吗？啊，不过去的立法院不是完全一样吗？ 黑箱桥一下，那个不就在桥吗？你看，所以这个桥的文化大有文化特色哦。人会这样干，是早在文化当中就这个基底了。诸位啊，所以台湾要民主，是以最后一里路。我常常 Facebook、Facebook 上面写，我说台湾的民主最后一里路就是文化问题。 就是文化问题，你一定要知道。好，好，那么今天呢，泛泛的来跟大家讨论到了所谓台湾的佛教跟民间信仰的一个流源关系呢，我直接从精神跟气质面、跟性质面呢直接切入，让你很立刻的知道你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你们并不是听我说知识，不。 你们听到的是，我直接告诉你，你的生命样态，如果不寻求超越的话，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方式，在生活带着你华人文化一辈子，一直进入棺材。嗯、台湾的四百年开基的汉人，所谓佛教，其实他还一直不在主导地位，他一直被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民间信仰所。 若有若无的挪用着，然后你却认为那就叫做佛教，甚至于多少跟佛教有关，因为你讲出来的某一些话，好像也是，比如说因缘啦、果报啦、业障啦，哦，这些呢，现在已经变成往生啦，啊，这些几乎变成了什么呢？显学文化语句了，对不对？你好像觉得这就是佛教了，不是的，但是它确实带着一些影子。 这一堂课先给大家开这个眼界。我再说一遍，我重点不再来传递知识给你，我再传递一个讯息，一种生命的重要文化讯息给你，让你知道你该有所动作，你该准备调整了，不然你受它影响一辈子而不自知。这当中我不能说它有多么的不好，但是当。 面临像我这样一个宗教家，为了国家民族的宗教心灵的高尚，而想要去创制一条法律的时候，像碰到铜墙铁壁一样，动也动不了。这主要原因也是因为长期的文化所限制，你知道吗？中华民国宪法解释案第五百七十三条。 明文的说明到，宪法保障信仰自由当中的主要，也就同时保障了信仰的独立性、宗教的所谓独立性跟自主性。宗教的独立性跟自主性以两个内容为主要表征，一个就是人事权的完全独立，一个就是财务权的完全独立。 但是今天的台湾，因为有了曾经在半年前的某些慈善、佛教为形象的慈善大团体，所谓的什么，所谓他的捐款怎么样，很多很多啦，没有被监督啦。现在整个社会氛围里头说，那就是宗教，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监督宗教的所谓捐款。你知道，慈善捐款它的权力结构跟基础。 来自于国家，基于人民团体跟慈善团体，慈善团体就是人民团体，慈善基金会这种属俗的、世俗的条约，给他有了化缘取款的什么呢？公众能力，实际的所谓捐款来源，与其说它是来自于佛教徒，不如说来自于一个社会上共通的所谓慈善事业的用心跟动机。 太多太多，慈济的大咖的捐款者，他不是佛教徒，但却是所谓的愿意做社会慈善事业。可是你知道吗？宗教捐款不是这样，宗教捐款是来自于一个跟政治的赋予完全无关的一个，直接由信徒对上帝、对圣性、对佛、对宗教师一种无可比拟。 不需要论证的一种信仰信心，那种信仰信心是来自于他生命本质相连接的。他如他的捐款不是因为政府认可，是因为他自己对于他所信仰的宗教自我认可而捐的。这个是来不来自于社会的授予，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决定。这不需要你社会再定一个心灵之外的法条来给予监督。 如果这当中有了所谓，那你说，那就当中如果有了不法呢？宗教师也可能不法贪污啊，没问题啊，贪污、舞弊，或者是呃呃掏空，我们我们佛教界也有，呃西方的呃基督教也有，甚至于性侵都可以基于民法跟刑法来给予管制。宗教家不过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老百姓生活当中，民法跟刑法之外，还有一些交通规则、什么规则啦、什么税务规则，这些通通在内之后，一个国民就再也不需要新的法来给予管管理，这个国家人民就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一个宗教家他还有所谓的戒律在身上，那么他也是一般的人民，也接受他也要当兵，他也要缴税，他也要接受民法、刑法的管制。 之外，他还有什么要多的一个法来管他，来监督他？是他不是一个特殊的人民嘛。好，注意，那我直接讲完，他不是一个特殊的人民嘛，是不是？他需要什么样？他需要被尊重啊！他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一般老百姓没有必要再多一个法来监督，怎么他需要呢？所以。 但是今天的立法院想当然尔，今天的内政部行政院想当然尔的，应该再多制一个法来对所谓的宗教师给予监督，这本质上是违宪的。然而没有人去做违宪的检讨，而宪法解释案的五百七十三条早就论证它违宪。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人员没有这种宪法违宪的特殊的。 警觉！我这么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认为那是你宗教家自己讲的。诸位，这样你就懂了。宗教在华人文化里怎么样子的弱势，而不能够成为人民真正信仰的依赖。当这样不能形成依赖的时候，人民的心灵将会多么的脆弱，而且多么的不注重因果，而且多么的在面临痛苦的时候呢，是多么的草莓化。 玻璃化，这对国家的最终发展是绝对的不利的。我基于看到这样，所以希望国家政府能够订立一个对人民的宗教信仰有正面积极意义的法条。可是定不来，这就是文化问题。你我都在这当中受其害。这今天的讲题呢，我以这个为重点。 作为这个结束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多，<好>同学没有问题要发问？给 <Okay, S 2> 大家一个问发问的问题，問題問問題好吧？很好，来，不用，来，哪里？哎，好，嘿 <Hey, S 2> <好>，hey, 你站起来没关系，你发声讲都可以问，没问题、哎，都可以问。就是听完演讲，我觉得大部分从头到尾大概三个重点，就是一开始你先去检讨我们为什么在追求我们现在所觉得追求的东西，然后再批判华人社会的文化，然后最后归于宗教。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你的辩证有一些瑕疵。哦，可以。对，所以当你把这些我华人文化问题在归于宗教的时候，就是你的立论。让我觉得你在传教或是什么的。第一就是我觉得你谈了一个法条，但是从头到尾就一个半小时，你完全没有去讲你法条的重点。所以，可是你一开始却说只有你一个人在对抗政府。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宗教它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所以当你没有去做这个普世的价值，没有你没有让我们了解究竟你的法条是在谈什么的时候，基本上那个问题好像是你自己产生的，就是你并没有宣导我们究竟你的法条在谈什么，那我们永远就好像就看立委在台上反对而已，对吧？所以我覺得你的讲非常好，这代表你想要去知道。 所以你才会这样问，那也必须跟你讲明，就是说，呃，很抱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来去讲那些很枯燥的法条的话，可能会今跟跟今天的题目会有一点脱节啊。但是它明明这个事情牵涉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啊、我今天来谈的是重要的，是一个宗教文化状态。对于谈这个呢，在我的观念，我的这次演讲当中，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案例举例而已。 啊，并不是重点作为一个法条解释，并且透过它来呃特别的证明给你听。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拿它来解释给你听的话，确实也能够证明了关于文化是怎么样影响到一个人生活，甚至于立法的，这确实是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么就是说我今天的重点也基于我设想的这个题目的重点，因为跟你所期望的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只拿它当做。 一个小小的案例，点到为止而已，这样了解意思吗？至于说，如果是不是对这个问题真有兴趣，哇，我完全非常乐意，干嘛讲清楚，了解意思。因为才我一直到昨天还在写呢，是这样子，所以我很还很清楚，这样了解意思吗？啊，就是这样，所以啊，谢谢你哈，你你的讲话非常的好，也代表你很真心的想要了解一些事情，包括那些推论，是不是让你能够更清楚？这点我觉得我很欣赏。 这样子是是可以介绍一下怎么继续跟师傅对话的。哎，是是，可以的。说透过 Facebook 或者是<对>、嗯、这样了解意思了哈。嗯、哎，至于说批判的话，倒我也不是说批判了，我是觉得佛教是一个基本温和的。那为什么我我也承认你用的批判这两个字？我的想法是这样啊，好的事情继续说啊，就不用我来说了。我们要讲它有影响或者可能倾向不好影响的部分，这是因为我的责任。 我觉得我们台湾要更好，我们年轻人要更好。当然我，我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有问题的。比如我刚刚讲那些用买卖式的方式来面对宗教这样事情的话，我要告诉诸位说，这样并不是普世价值。这第一，第二，呃，我没有要传教，因为我从头到尾没有说归结为佛教，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归结为信仰，这个信仰可以是基督教、天主教，长相不同，但一定要有信仰。 这是我我个人会觉得说，因为信仰来自于超越人性的懦弱跟人性的现实面，可以导引你的现生命的更高远价值。至于你不相信，你说道德就够了，这也可以。我只是说，道德先于法律，但是道德一定有不足的地方，因为比如说有些国家的文化当中，娶四个老婆是有道德的。 但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很多道德是直击于人类共同生活文化的。然而普真正普世的，你看看佛教放在西方也有人信，基督教放在东方也有人信，它就具有一定的普世。所以文文化当中最强而有力的普世力量，其实来自于信仰。我不是说传递佛教，我说信仰。 我想重点在这里，这一点还是要让你了解一下。我我不是要传递佛教，好的传教，不是这个意思，好，来，很好，这题目非常有有建设性，有建、哦、我们时间到了，没关系啊、哦，下个月还有一次哈、哦。是。那那个呃，我我要再呃再次强调，我们这一课哈的课程名称叫做宗教哲学。 可是哈，那是因为那个教育部来来来视察，就发觉我们那个什么，哎这我这通识课程啊，那个安排有问题啊，所以呢，他就把它归类归类。可是哈，其实我本来的课程名称不是叫这样，所以哈，呃，我要跟大家再次的强调，我们这课哈是介绍佛教的哲思哈，当然我们不是传教，因为这毕竟在大学里面，我从来没有跟那个任何那个同学传教过，我倒是有同学拉我，我也直跟你讲哦。 那现在呢？呃，我想大家都有很大问题，就像法师刚才讲的，很多人其实心灵上，他他是有所欠缺的。那他好就到病急就乱投医，去城隍庙啦、啊，去拜坟墓拜什么的。那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校园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庙都进来，我想你可能不是很清楚，可是他的确是发生了啊。 那昨天我接到教育部的一个公文，是说，哎，因为现在很多人自呃那个什么呢，感情的困扰，自杀啦或伤害人家，所以呢，希望呃老师能够开情感的，老师很多自己都有情感问题啊，怎么开这课呢？可是哦，就是说现在好像就是乱了，对吧？反正就是不晓得怎么办才好。那宗教它是超乎世俗的，我上次有讲过。 呃，它的力量是非常大，它的影响力或者说破坏力或者是感染力都是很强，这种更是应该要谨慎哈。那同学有这样的呃呃，怎么说啊？对追求生命的价值，对呃什么自己的呃什么情感啊，或者那个灵呃灵性的提升哈、哦，有兴趣是非常好。所以你来上这课也不是坏事哈。啊、哦呃，可是我强调，我们最后这主要是介绍佛教的哲理哈、哦。好，那所以呢，希望你不要那个误会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宗教哲学还有呢，是主要讲基督教或者是道教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不是想要了主要了解佛教的话，那请法师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呃，什么职业是他就是宗教的哦。所以呢，他他跟一般世俗不一样。那我们台湾的民俗信仰宗教呢，其实呢就跟佛教有很密切的关系啊，一关道等等等,等。 所以呢，请法师来不是要传教的，所以希望可以理解，他也不会啦。那像有有一些，就的确他很明显的那个想要有传教的行为，那我们不会啊，那个也不会拉同学去。很多人都以为上这课会好像要什么拉他去，好像就叫受洗一样，其实不会的。 好，那好，下次还是请同学那个我们课本来，我赶快给大家这样子哈。我们从诶、呃、在那比较学术的角度来了解啊，那那个很多同学有问题，是因为你不是很理解里面的内容，等到理解多了，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些内容。不过我还是欢迎同学发问哈。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那个法政法师在百忙之中拨空来这边来母校呢，跟这学弟妹要这样分享，呃，掌声，谢谢他。好。 今天就到这里，下礼拜见。